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大家收看小溪车观点的新车试驾单元。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试驾的新车是这一台 Suzuki 全新第三代大改款的 S-Cross。 说到 S-Cross 这个车系哦，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就是这是一个全新车系吗？哦，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车系哦，因为 S-Cross 呢，它的前身是可以追溯到以前的 SX4 这个车款。那说到 SX4 这个车款呢，它的来源呢，其实是 Suzuki 跟意大利的菲亚特呢，当时有一个合作协定啊，要共同开发一个小型的休旅车型。在2005年的时候呢，年底先在日本推出了日本的 SX4， 隔年呢，则是在日内瓦车展推出了符合海外市场的车型。那当然，在菲亚特那边的双生车呢，是称为 Sedici 啊，那也是在欧洲市场为主的。那第一代的 SX4 呢，台湾当时就已经有导入了，在原厂的开发之下，甚至还有四门房车的版本。不过到了第二世代呢，从2012年9月巴黎车展发表的概念车开始，这个时候就确定它的造型。当时呢，车名就除了 SX4 之外，也增加了 S-Cross 这样的副车名。同时也不再提供四门房车的版本。那国内市场呢，是在2014年5月份正式发表，那车名呢就改为 SX4 Crossover， 去强调它的一个跨界休旅的特性。那原厂在2017年也推出小改款的车型，国内也有导入。那最新的第三代呢，则是在去年底11月的时候在欧洲发表的，国内市场呢是在9月正式的发表。在编程方面，第三代大改款的 S-Cross 呢，在台湾市场提供两个车型，分别是采用前轮驱动的车型，售价是98万，那如果是 All Grip 四轮驱动呢，售价是114万，相较于旧款的 SX4 单一车型89万，是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的。这个价位呢，跟车格在国内可以选择的竞争对手是非常的多，像日系车方面呢，就有 Mazda 的 CX3，那 Toyota 也有进口的 CHR， 甚至是国产的 Corolla Cross。 那在国产车方面，当然 HR-V 跟 Kicks 也是在这样的尺码。那欧系对手方面，当然有 Skoda 的 Karoq， 韩国车呢也有 Hyundai 的 Kona， 所以其实选择是非常的多元的，而且也切到了许多消费者考虑的一个价格带。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一次第三代大改款 S-Cross 有哪些特色。这一次因为是大改款，其实有相当大程度的一些改变。首先当然在外观的方面，因为是大改款的车型，所以它也重新设计。车头呢，你可以看到跟过去呈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性，比较大气一些。动力方面，这一次呢导入了48伏的轻油电系统，所以 Suzuki 在国内的主力车型除了 Jimny 之外呢，是全部都有提供电动化的一个配置。再来是国内市场的导入方面，这一次也首度提供了 All Grip 四轮驱动的车型。在安全部分呢，这一次导入了全速域的 ACC 跟车系统，车道偏离警示、后方车侧警示，还有360度的环景以及盲点等等呢，这一次也都有搭载。那再来呢，在 All Grip 车型上面，它还多了全景电动天窗。那内装方面，当然这次大改款也是有重新设计哦，而且行李箱容量呢比之前多了10公升，来到440公升。这一次大改款的 S-Cross 把头灯的位置呢，相较于过去向上而且向外侧做一些提升，所以车头看起来呢比之前还要大气。头灯的部分在灯具内部呢，它用的是全 LED 的光源，上半部呢是它的小灯跟日行灯，下面是它的远近光灯，但是没有主动式的远光或是转向功能。方向灯是放在保险杆的两侧，它跟前雾灯一样，都是用传统灯泡的光源的。水箱罩的面积比之前还要放大，而且做了比较立体化的菱格处理哦。中间的镀铬饰条呢，也跟头灯相连了，所以车头上面看起来是有比较宽一些的。那中间的气坝的部分呢，它是有做立体化的处理，而且正中间整合的是毫米波的雷达。那停车雷达在气坝的两侧，保险杆正中央呢，加入了银色的一个防护饰板，所以也强化它跨界休旅的一个形象。在保险杆当然最外缘下方呢，都有做塑料的防刮材质，并且也延伸到了车侧。讲到车侧呢，它的轴距维持不变，都是2.6米，车长呢略微放大，而且只有0.5公分哦。那车高也是略微加大0.5公分，车宽是没有变化，所以整个车格尺寸呢跟过去几乎是没有明显的差异的。它虽然也是一台强调跨界休旅的车型，它也有防刮的材质，可是从车侧看呢，
它轮拱的处理方式，并不是采用完全的圆形哦，是带有一些棱角，去让它的外观看起来更粗犷而且当代一些的。那么到了它的车门的下方呢，原本上一代是有在最下缘车门的部分做了很多的防刮材质，这次只有在侧裙有，那车门是保留非常干净完整的一个板件的线条的。那在配胎的方面呢，这一次原厂的车呢，它用的是马牌的 EC6 的轮胎，那搭配的是一个双色的轮圈，尺码呢是21555R17的。车顶的部分它有金属的行李架，那如果是 All Grip 顶规车型呢，还有一个全景天窗。那在车侧的主要的线条 ABC 柱呢，其实看上去跟上一代很难直接分出差异哦。主要的改款的重点还是在头跟尾，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车尾的部分。在车尾部分呢，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它的灯具哦。过去的 XX4 呢，它用的是标准的左右，而且是两件式的灯组。那这一次呢，在新的世代啊，它当然也融入了立体化的元素，所以可以看到灯具呢本身跟板件之间哦，它有向外突出一些的落差的。那在中间呢，加了镀铬饰条，也是跟车尾灯上方相连了，所以看起来有一点贯穿式的感觉。但实际上它还不是贯穿式尾灯，它一样是左右两侧两件式的灯组。那光源部分，它当然上半部呢，小灯跟刹车灯用的都是 LED， 方向灯跟倒车灯呢是传统的光源。那这个灯组呢，其实我看上去，我觉得有一点像 Peugeot 的3008，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过 X-Cross 呢，它的灯具它用的还是一个反射为主，并不是现在常见的导光条，所以现在来看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这一次的尾门在名牌方面呢，左侧写的是 Suzuki， 那右边呢，它有把 X-Cross 跟它这一次搭载的 Hybrid 系统所列出来。那当然它是四驱的车型呢，但上面并没有写出 All Grip， 不过以欧规来说其实是有的。那我想目前这样的编排呢看起来比较简洁哦，那我想大家觉得要不要写 All Grip 呢，也欢迎在底下讨论。那再往下看到保险杆哦，其实全部呢在车尾所看到的部分呢都是用塑料材质做包覆了，所以可以达到一定的防刮的效果。那在底部呢，它用的跟车头呼应的银色的饰板，中间呢是它的后雾灯哦，它采用的也是传统的灯泡。排气尾管部分，它是在右侧向下排的隐藏式，单边单出的。看完了车尾造型，接着我们来看行李箱。X-Cross 的尾门呢，并没有电动启闭的功能，它还是一个手动的方式。你按下车牌框中间的一个电磁阀开关，手动升起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行李箱的表现。在标准的容积方面呢，这一次的 X-Cross 因为尺码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什么变了。那后座椅背因为可以调整倾斜角度，所以稍微调一下可以放大到440公升。那后座椅背当然也是可以完全做6-4分离的倾倒，扩充到1230公升，这样的容量在同级车之间呢可以说是中规中矩的表现了。那行李箱内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格局。首先门槛的部分哦，以跨界休旅来说，我们实际量测发现它并不会太高，底板跟门槛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落差。那后座椅被倾倒之后，虽然没办法到100%完全平整，可是之间的落差也不会太大，所以如果你要把一些东西往内推的话也不会太难推，因为没有明显的落差。那 X-Cross 的行李箱底板其实是有两个，我们看到表面的这一个呢，我们把它抽起之后，它是可以做倾斜角度的固定，你就可以看到有第二层底板。那一样把拉绳拉起之后呢，它下面放的是随车的工具跟补胎组，它没有搭载备胎，所以整个行李箱的编排上呢，功能算是蛮多元的。左右两侧有小型的置物槽，右侧呢也有12伏的电源插座，而且有一个可以手动启闭的传统光源的一个照明灯。比较可惜的是呢，行李箱内部没有快速倾倒的按钮。那其他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以这样的尺码的跨界休旅X-Cross 的表现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首先看到前端它整个仪表台的设计其实跟上一代比起来，基本的铺陈呢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主要是在于一些细部的质感上，这一次用了软质的塑料材质还做了一些透气打孔的处理，加上中间有一个亮黑色的饰板，那出风口呢用银色的饰框，所以整体看上去质感其实也比上一代还要进步。方向盘呢是一个3幅的设计，外面用的是皮质包覆，搭配了一些车缝线，还有支援手动的调整。方控的部分，
左侧是调整音响系统，那右侧呢就是调整它的 ACC 自动跟车的功能。那在左下角它也有做声控跟通话的一个快播按钮。后方呢有提供换挡拨片，它是随方向盘转动的。那握感呢当然算是一般啦，并没有到非常的厚实哦，不过触感上做工是不错的。那指扣的设计呢并没有非常的明显，不过以一般代步来说，这组方向盘呢也算是好握的。车上也找不太到有空白的按钮，像左边这一区它是全满的，按钮上算是相当的完整的。再来我们看一下仪表板 S-Cross 呢，它采用的是两侧两大环跟两小环的类比指针式的设计，中间呢是一个全彩的 4.2 寸的行车萤幕，它包含了时钟、油耗、平均的车速以及怠速的时间，类似居值感应，可以侦测车身前后左右动态的一个显示器，还有扭力跟马力的显示以及油门刹车的显示。当然是没有像全数位仪表的车这么绚丽，不过你以基本的功能来说，它应该都有达到需求。中控台上面配置的是一个9寸的而且是悬浮式的触控萤幕，这次用的车载系统跟之前的 SX4 是非常的不同的，除了界面上有全新的设计呢，也首度导入了中文的功能，而且是繁体的，那连它的声控的语音回馈都是中文了，我想这一点也是明显的进步的地方。它有一个能源流向的显示哦，是以全彩的方式直接把目前整个系统的运作状态清楚的显示哦。当然它也支援了360度的环境，画质来说我觉得算是中上的水准，流畅度呢也还可以接受。那除了可以看车外，也可以按下左下角的按钮，可以从透视的方式呢在车内也是一样环视一圈车身四周比较靠近旁边的一些障碍，这样万一你在比较狭窄的巷弄停车，或是在一些地形不平坦的地方，你比较好掌握附近有哪些东西。双区的恒温空调，它有独立的显示萤幕，那其他的功能是以按钮来做调整。中控台最底端呢，它有提供一个置物凹槽，有一个 USB Type A 的插座，排挡座的部分，它是一个相当简单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直立式的排挡。再来往下看中央安座的部分，可以看到有一个 All Grip 四轮驱动系统的驾驶模式调整。那这套 All Grip 四轮驱动呢，在 S-Cross 上面它当然还是以前驱为主，当侦测到有一些偏移的现象，就是有所谓滑差的情形的时候呢，才会做一个适当的分配来改善你的循迹性。往右转到 Sport 模式呢，它也会把油门的特性以及一些变速箱的反应做调整。那左侧的 Snow 模式呢，则是对应比较低摩擦力的状态。那如果在 Lock 锁定模式呢，它其实呢也有一个差速器的功能，所以它会把失去动力的那一侧呢刹车，那让动力尽量是传到有接触面有抓力力的那一侧，也是可以帮助你脱困。所以如果有一些轻度越野的需求的话，是可以考虑购买 All Grip 车型。座椅的方面，它用的是双材质的设定，外侧呢用的是皮质的包覆，那中间搭配的呢是具有一定止滑效果的复合材质，调整方式都是全手动的。其实它的发泡棉设定我觉得是厚实而且是带有一定的吸震度的，所以很容易呢就可以找到舒服的坐姿，那支撑度上也还不错。传统的拉柄式的手刹车，那并没有电子驻车，也当然也不会有 auto hold 的功能。那中央安座上呢，它还安排了两个固定尺寸的一个自备座，它的造型比较方正，所以可能没办法放所有造型的饮料，这个可能大家要自己去尝试一下。那中央扶手的部分呢，它表面有做缝线的处理，触感上也还不错，而且呢它是可以前后滑移的，所以当你需要向前滑一些，你要稍微支撑手的部分呢，它都是可以做到。那打开扶手之后呢，里面也是有一个蛮深的置物空间，里面有提供一个12伏的电源插座。门板的用料呢，就没有像仪表台有比较多的一些软质哦。在你手部的支托的部分，它当然还是有用一些软质。那里面呢，也规划出一个可以放瓶子的置物空间。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后座。好，现在我坐进的第三代大改款 S-Cross 的后座，前面呢调到我180公分标准坐姿哦。可以看到后座呢，它的轴距2.6米，所以提供的腿部空间呢，正常坐姿都是相当足够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地板的设计哦，脚部空间是非常方正的，不会像有一些车型呢，因为前座椅的支架去影响到你的脚的伸展区哦，甚至是比一些更大尺码的休旅在脚部空间上是表现更好。中央隆起它当然有一定的高度，不过因为也算方正，所以
要坐两个大人呢，都是可以非常舒服的。那后座椅的材质设计跟前座也是一样，用这个皮质包覆搭配中间的复合材质。那乘坐感当然就不像前座这么样的舒适哦，因为后座是相对平坦一些的。后座的倾斜角度是可以调整的。那坐躺一些的话呢，其实头部空间哦，以180公分的身高来说，在它有全景天窗的状态之下，还算是够用。那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前驱没有全景天窗的车型呢，可以再看一下空间会不会再更好一些。那配备方面呢，后座就并不算特别出色，因为呢它的地图带只有副驾椅背有，后面没有空调的出风口，也没有提供额外的充电。如果以一个百万休旅极具消费者的考量，很多会被比较的配备这方面它是比较处于劣势的。那当然这一次第三代 S-Cross 它是有48伏的车型，所以在副驾驶座的椅子下方它有一些电系的元件装在这边，但它没有影响到右边座位的脚部空间，所以两边呢其实脚的摆放的位置都非常够大。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上路来体验一下这一次第三代大改款的 S-Cross， 这一次有搭载48伏轻油电，我们来看一下开起来的感受。首先在输出方面呢，它用的引擎是 1.4 的 Booster Jet 直列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呢，它是 All Grip 四轮驱动，它是属于分时的四轮驱动，大部分状态是前驱的。那以输出表现来看，它最大马力是 129.2 匹，是可以在5500转的时候发挥的。那峰值扭力呢是 23.9 公斤米，可以在2000转开始就发挥，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引擎，有低转速的一个扭力。那这次有48伏轻油电之后呢，它除了在刚才发动还有我们起步的时候从引擎熄火转为启动，透过那个 ISG 的整合启动马达之下，震动是非常的轻微的。那在加速的过程呢，初期它会给你带来额外的10千瓦的动力，大约13.4匹，以及大约是5.4公斤米的一个扭力的推力，帮助呢在低速涡轮可能还没有开始作动之前提供额外的力量。所以起步虽然数字上并不是很大，不过开起来呢其实它也不会到非常重托，可以说是有一点轻快。这套系统的设计上呢，它当然也支援了怠速的一些滑行，所以当车速比较低了快要煞停之前，我们大约目测大约是10公里左右的速度的时候，它可以提早就让引擎先关闭。刹车上当然它有一定的动能回收的功能，所以回充之后呢就可以供应在这个48伏的一个电池里面。所以这次有了48伏的系统之后，我觉得整体的动力配置上战力是有比较提升。那当然售价跟之前没有48伏的时期上一代来比确实涨了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价格高这么多到底值不值得。那以刚才介绍过它的内装有非常多的巧思以及动力上做一些提升。再来我们讲一下它的掏驾的感受，在它底盘所回馈的路感，我觉得 S-Cross 呢它是比这些既定的印象还来的偏向硬朗一些的。那这个硬朗呢又不会像是我们印象中德系的一些同级的对手比较强调路感，它是在有保留路感的状态。在方向盘的回馈手感上，我觉得它也还是保留了一个很容易操纵的特性，所以手感算是比较轻盈一些的，但又不会到完全的模糊它算是一台跨界的休旅车型，所以比一般的掀背车当然高了一些，但是又没有到正统的休旅车这样这么高。所以你以一个驾驶的感受来说，它的侧倾表现以舒适为出发点来看的话，这样的侧倾水准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 S-Cross NVH 工程水准呢就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地方，像是在行路的时候路面传进来的噪音呢，跟车外像公车或机车的噪音都还算是听得见。那引擎的声浪方面，我们大约拉到2000多转的时候呢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那虽然它的组装很扎实，但就是这部分呢如果还可以再强化一些呢，相信会让它的表现呢更加的完美一些。S-Cross 它用的变速箱是6速的手自排，所以在日系车当中有些用 CVT 的对手里面呢它就是比较脱颖而出。那这一套变速箱当然也有通常换挡功能，我们透过方向盘的拨杆其实它跳档速度算是蛮快的，当然它有一定的保护机制在，并不能说让你故意去拉转要超车，没办法说逼到极限，不过你要瞬间带一些推力起来，特别是它2000转的低转的扭力退档之后你要超车都非常的容易的。那我想以
都会区拥挤的路况，你真的要开快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市区用路取向多，可以考虑 S Cross， 特别是它有这一次导入的 All Grip， 有四轮驱动的车型。如果你有一些露营啊，或是户外活动的需求的话，其实一些轻度的越野它应该还是能应付。那如果对于底盘高度比较有需求的话，可能同品牌呢，他们当然也有 Vitara 这样更加越野性格的车型，或是如果买得到的话 ，Jimny 当然也是大家可以考虑。欧洲取向，日本品牌，那有适当的一个动力配置，那有加入48伏轻油电，兼顾了一些油耗，那给你还不错的一个视野。那空间呢，以同级的跨界修理来说，中规中矩。那行李箱有一些巧思，安全方面呢，这一次它也有双镜头的前方辅助，那全速域的跟车，7颗气囊，其实规格上啊，并不能完全说它是绝对的劣势。那你直接比较它，虽然没有明显的优势，可是车子买的时候，除了理性选择，应该也有感性的考量。或许在这么多台车你都去看，搞不好你会心动的是这次的 S Cross 也不一定。那接下来的销量呢，就留给市场去考验。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到底这样的价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以期待。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针对全新第三代大改款的 Suzuki S-Cross All Grip 四轮驱动车型的新车试驾心得。那大家对于这台车的大改款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还是你曾经是旧款 SX4 的车主，可以来给大家说一下你的使用心得呢？或是在同级的休旅，你对哪台车最有兴趣？你对这些车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哦。请大家也记得要订阅小七车观点 YouTube 频道，来掌握我们最新的新车资讯哦。那我是 Mike，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其实它整体的本质性能都是不差的，该有的配备也是基本上大家想要的都有，除了 Level 2它还没有完全达到，但是有了全速域的跟车，那动能方面它加了轻油电，虽然没办法在同级中直接成为一个标杆，但是如果你细看它的一些设计，还有它的巧思，甚至是它的视野表现，以及带有日系的血统又在欧洲生产，这样双重的一个性格，如果你是在看这个集聚的车型的话，其实 S-Cross 还是可以去考虑的。那像 SX4 这个车系在国内也经历了这么多年，那也累积了很多车主，我想口碑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 Suzuki 为什么还是有广大的支持者。